看到你们给我准备的惊喜了，提前曝光！噔噔噔，谢谢大家！等一会儿大家来的时候呢，就会看到我和美丽的花等着你们，一会儿见。 情况，我们大概了解了。等一下，还要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，做个正式的笔录。没问题。我能前出去透口气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。您是死者的姐姐是吧？对。请配合我们完成一些手续，还要做一份笔录。 目击者的证词，胡晶晶是自己从天井上跳下去的，初步判定为自杀。啊，他的紧急联系人写的是你，所以我们就给你打了电话。嗯，你能不能回想一下，你最后一次见他，或者是最后一次联系他，大概是什么时候，有没有记录？ 还有他最近的情绪上有没有什么异常？他情绪挺正常的呀，早上的时候还在那个微信群里有说有笑的，还逗我们乐呢。
下午是我家里出点事儿，然后他还过来替我搬家，走的时候还乐着呢。晚上我们就说在那个火锅店里嘛，给他过生日，一直等他，他也没来。谁会在自己生日的时候自杀呢？我想不通。你是忙，让你自己待会儿吗？谢谢啊。就那么走了啊，一句话都没带留的。
已经哭晕了。去看一下。在我迄今为止26年的短暂人生中，将近一半的时间里都有胡晶晶的陪伴。我认识的胡晶晶永远带着笑容，明媚的有如盛夏的光景，冬日的暖阳。我从没像现在一样希望时光机真的存在，我真想拉住她。5分钟，嗯，哎，这回来待不了几天，这又要走，真是。哦，我给你包了好多包子啊，你到了那儿热热就能吃，千万得吃啊，那过了夜就不好吃了。你少吃那个外卖啊。那行吧。嗯嗯，哎呀，行，你别看这不沉，我跟你妈根本就没敢往里边放重东西，是，就怕你拎不动，还有半箱梨没给你装呢。哎，对呀。嗯嗯，哦，晨晨。你在外面一个人，要是遇到不高兴的事儿，还有心里不痛快，跟爸爸妈妈讲，不要憋在心里，听见没有？反正你就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啊，家里的事儿啊，你就别操心。行了，你俩别愁眉苦脸的，呵呵一点。对。开始变天了，出门多穿点啊。哎，叔叔阿姨。爷。许爷。你妈没来？没。我没让你来，哭唧唧。哎，我妈包大包子，路上就给你吃。真的，谢谢阿姨，你尝尝，注意身体哈。哎，好，谢谢，来车了。好的。嗯，妈，你拿这个。谢谢。哎，麻烦您了。谢谢。啊。行了，让车吧。拜拜。嗯。拜拜，叔叔阿姨。变天了，多穿一点啊，别冻着了。但是小鱼，你刚刚说这个分成比例不行，我们没有利润了。你这样，下周我回去之后，我先去跟他去。我在干啥？那什么，我接着说啊。我接着说啊。我等一下说啊。你给我下来啊。手里拿啥呀？你的口红啊。给我，给我拿过来。要死啊，你要死啊，你季子轩。妈，你看呢。小祖宗，你看你把脸画的跟个小鬼似的。你老惯着他干啥呀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，不许动大姑的东西。快说，对不起。
要随便乱弄别人东西，没教过你吗？妈说等你死了，你动全是我的。嘿，不许胡说！老纪啊，老纪，你别在那儿练字了。哎呦，我这儿正。快去快去，快跟爷爷去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怎么画成这样了？走，二爷，给你洗洗去啊。走。这些东西挺贵的吧？回头啊，我让你弟妹把她的化妆品给你啊。不用，她的我用不惯。嗯，算个折旧费，让她赔我钱，给我打5000块钱。5000呢？哎，你说你也是啊，就回来这么几天，你说你跟孩子置什么气呀？妈，你真不懂还装不懂呢？我跟他置气呢吗？我跟谁置气你不知道吗？看看看看看，还委屈上了。不过，你弟妹她也没说错呀。30大几的，马上就奔40了，到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。你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啊？那不到后来还是得给萱萱呀。我呀，我不爱老跟你吵这个事儿，我真的我都吵累了。我说没，我说我不找了，我没说吧？我这不要找的吗？我找不着吗？你是没说不找啊，可是你没行动啊。我知道啊，指望着你是没戏，不过妈呀，给你找了一个，是你三舅们家的亲戚。哎，那小伙子长得帅着呢，1.8米的个子呢。多大了？离婚还丧偶了？哎，你这话说的，你妈能给你找个二婚的吗？哎，最重要的是不打麻将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可好呢。那他为啥单着呀？你这话问的，你这么优秀不是也单着呢吗？他肯定有毛病啊，肯定哪儿不对头啊，哪儿不对头你就说实话嘛。就是他最近刚没了工作，被辞了。哎，不过人家可是说了啊，只要你们俩人看上眼儿，他就跟你一起去北京去啊，反正你也不打算回来了。他跟我回北京干嘛呀？找工作去。是啊，那不是有你呢吗？你帮他找一个不就行了吗？我图啥呢？我说你这孩子怎么总是跟我抬杠呢？佳佳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再有钱不结婚不生子也是白搭，到你老了我看谁给你端茶送水的。早晚有一天等你爸你妈走了，我看谁心疼你。这么大的丫头一点都不知道大人的心思。干嘛去啊？干嘛去啊？我收东西了，我明天回北京。哎，我不要。怎么说走就走啊？你不是说你要多住几天？这个死丫头！闹心。已经确诊了，是宫颈癌2期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你要不要和家人商量一下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的事儿能做主。行，我也到家了，得亏南家姐给我借了3个月的房租，不然我得流落街头了。我说了，你就是犟，你早听南家姐的，没那么多事儿。你说那谁的钱，那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对吧？我不好开口。本来我想说管我爸妈要，我又怕回头他们又一着急，又让我回老家了。哎呀，行，打住。
处啊，咱不说这事儿了。你回家呢，你就好好的躺床上睡觉，什么都别想。你要真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在呢。嗯，你也是啊，你睡不着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到了啊。乔乔怎么了？不是乔乔，是畅畅。哎，宝贝，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申子畅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特别累，而且我没回北京。哎，你听。听什么？你听这北京和白山的通话质量，像不像一个门里一个门外？你回来干嘛呀？你当时不是走的可快了吗？头都不回。我当时也没有办法呀，他们叫我挪车。而且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要是接一个的话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。你怪我呗。我没怪你，宝宝怎么可能有错呢？不怪你。宝宝，我今天真的是真心实意来跟你道歉的。我要是知道晶晶那事儿发生的话，我肯定你想给她买什么，我都给她买。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过，我恨不得就给自己几巴掌。我。但是我当时真的不应该把你一个人放在街上不管的，我就应该陪你回老家。下次，你要是当街把我人脑子打成猪脑子，我也在那站着挨着，不带动你一下的。你那脑子不用打，就是猪脑。你刚下飞机还没吃东西吧？这我妈刚包的包子，还热乎着呢，你要不吃一个吧？没事呢，还有我呢，不难过了好吗？你说，现在为什么呀？我琢磨着呀，也就晶晶她本人能告诉你答案了。哎，电影《回魂夜》你看过没？也许啊，过几天，晶晶会给你托梦呢。啊，不搞笑啊！哎呀，宝贝儿，我好几天都没有看你笑了，我都想死你的笑脸了。笑不出来，但我哭的眼睛都疼。你看，今天背上肯定超漂亮，红色的。哎，那现在太可惜了，只能给它烧去了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这烧去多少钱呀？啊，对对对，确实挺贵的。那咱们送回店里给他退了吧。啊，
那咱自个儿背着。不行，这给人家的礼物我背着算怎么回事？对对，那咱放家里自个儿供着吧。嗯嗯，行行。哎，宝宝，我琢磨着吧，过几天就是咱们俩在一起的3周年纪念日了。我想送你一个大礼物，让你开心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算了，我累了，谁还不想要？别呀，要不然这样，就上回你想送给晶晶那个包，我也送你一个。那个不行，那是我专门给晶晶挑的。我能要个别的吗？当然可以了。真的吗？嗯。我还真有一个，我给你看看。就它了，买。真的吗？嗯。你太好了，你看还有这张，好不好看？你这手机都摔成这样了，再加点钱就买个新的了。老板，您看一下能修好吗？嗯，这里的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挺重要的。什么东西？其实照片啊、信息啊，你弄个云下载直接下载了。我没密码。不是老板，您别误会，这不是我手机，这是我朋友的。他过世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尽量修吧，不过可能时间长一点，你能等吗？没问题，多长时间都行。这样，我加您个微信吧，到时候您修好告诉我一声。喂，苗苗，瞧你在哪儿呢？赶紧回来！咋了？都这一档口了，你请什么假呀？赶紧的！苗，哎，瞧，咋了？叶子被辞退了，上午被通知了。为什么呀？说是 LV 排名垫底，连一个月的缓冲期都不给。说白了，谁让他以前是你宁姐的人呢？我妹没了。
差一点就看见了。你说你不做那个圈切，你非要做这个针切，你万一……万一膀胱坏了，就得挂着尿袋过一辈子。知道，那大夫不都说50/50几率吗？我想试试。手术特别顺利啊，这一关咱们算闯过去了。姐，我谁都没说，你放心吧。但是有件事你得答应我啊，你出了什么事儿都得叫上我，知道吗？都得让我陪着你。一点就看见了。小姐，你要的蛋糕准备好了，现在上吗？啊，上吧。哎，请慢用。乔乔，乔乔，你过来坐嘛，过来坐。咋了？我那个，我外卖点多了，我一个人吃不完，咱们一块儿吃吧。你这是点多了还是点错了？这都淤了，这都。点多了，那个你的就留着晚上吃吧，帮帮我，我这个不能剩了，太浪费了。无功不受禄，说吧，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我就是点多了。行，那我吃了，我这吃完就吃了啊，就不认账了。你这事后呀，有啥事也别翻回来跟我说了哈。那个，你那个88的项目。你也知道，现在新市场部的情况，我就是一个新人策划，什么项目也没有参与过。如果简一凡要拿尹姐的人开刀，我这种人就是最容易的。不像你手上握着888这么重要的项目，他肯定不会轻易动你的。所以，我不想被辞退，我也快30岁了，我不想回老家，也回不去了。怎么这么好吃啊？是不是挺贵的？我都吃出人民币的味道，还行，你多吃点。确实没有花钱的不是，你也吃。嗯。888的项目，我带上你。真的？虽然嘴短啊，反正简总刚来，他也不清楚这个项目具体都谁在做。但是，我跟你说好啊，我后续的工作你必须跟我一起完成才行。放心。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也吃吧，你也吃吧，吃吧。我看了好几次，我没舍得点。我知道定制金箔这个方案是我们提的，不是人家要求的。但是人家之所以找我们做，不就是因为我们定制金箔这个方案跟别家不一样吗？
你说北京那么多高级的日料店，人家要不是为了金泽定制的这些东西，人家直接去店里吃好不好？何苦来的呢？把私厨搞到家里来，让咱们去选购食材。但是现在好运和水运都已经来不及了呀，而且这进口食材也很严格。这金箔严格来说也是金属，张先生不是文化人吗？怎么这么迷恋金子？你也知道他是文化人，你还记得他履历吗？我记得他好像是从日本回来的吧？京都大学毕业的嘛，后来在金泽二十一世纪美术馆工作三年，人家后来娶的太太不也是日本人吗？所以说金泽定制的这个金箔对他们来说不是金子那么简单啊。啊，可是我觉得金子不还是就金子吗？你回去，回去，回去吧，在这也没啥用，我自己想想。哦，知道了，佳姐。那你也早点休息，一直在加班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没发现大家有事没事都没走吗？他都还没走，谁敢走啊？说不定他跟你一样，也没干正经事儿，想玩回家玩呗，害得我们都不敢下班。人又没说不让你们走，你该走走呗，我就打算走了，拜拜。你没看电视啊？某公司员工因为坐班不足八小时，直接被辞退了。我可是怕他明天说我不加班，给我辞了。随便你们吧，我走了。哎呦！哎呦！给我吧，我帮你分。哦，谢谢啊。金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啊。好，来坐，坐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早点结束，回去休息。稍等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啊，不知道为啥，就放假回来之后对我怪怪的。不会想追我？开始，金总，嗯，这是八幺八大促线上和线下的活动方案，还有产品清单。好，线下这边我没什么问题，主要是线上，直播平台确定了吗？已经和麦哲哲在谈了，嗯，基本条件都谈的差不多了，约了明天再碰一下具体的细节，应该就可以签合同了。麦哲哲，我怎么听说维克的人也在接触他们啊？而且也说签约的可能性很大。嗯，哦，因为麦卓卓那边呢一直宣传自己是全网直播间最低价，不论什么产品都是最便宜的，所以现阶段我们其实是在跟维克比价。麦卓卓是我们这次八幺八大促的关键，但维克的路数我是了解的，单靠这个恐怕是没戏。把利润再降5%，还压的话，我们赚什么呀？赚人员啊。
赚是少赚了一点，但是如果我们出货量足够大，我们还是可以达成指标的。把眼光都放长远一些，不要总看眼前这点利益，好吧？秦总说的有道理。行，那就先这样，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去麦卓卓那边。嗯，辛苦了。刚刚那话还好意思说，这前脚刚布置了工作，臭脚让我们回家休息。我去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不用，这么核算你也弄不明白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那就辛苦你了。所以现在是用南京产的金箔代替了金泽产的，对的。伴手礼的和果子也换成了中式的点心了，是苏式的。张先生，您是高邮人，我们把伴手礼的和果子改成苏式的，那些来不了参加您婚宴的宾客们，可以收到您和太太准备的精美的点心套装。另外，我们包装方面也有三种选择，都是以南京的金箔为点缀。那家宴部分呢？家宴部分是这样的，我认为还是要遵从您太太的意见，以日料为主，西式为辅。另外，我们把这些原材料改为国产的之后，您的整个预算都整体下降了30%，便宜了不少。好，那谢谢季总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以上这些我都会做成 PPT 发到您的邮箱里，因为考虑到您太太能看懂日文的，所以我做了两份。那就有劳了。不客气，宋张先生。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络我们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慢走，张先生。送你的。什么东西？妈呀！金子，拿去挥霍吧。你不是去南京了吗？你好歹给我拿个盐水鸭回来，这是啥？你看看啊，就是你这种足不出户的上班族对我们南京的刻板印象。哇，学挺像的。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知道吧？我去了才知道，你知道南京才是做金箔出名的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早就开始做了。哎，我们上次去那个日料店，他们不是用那个金箔撒在那个吃的东西上面吗？都以为是日本做金子，其实南京很早就开始做了啊。正宗的传统手艺。妈呀，这是个镜子啊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，这什么哈哈镜啊？啊，不是，自己就长这样。你别照了，工作了。看反面的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就别明一早了，定今天晚上了，啊，8点的吧。哎，没事，8点的，你这样我就在机场住一晚上，第二天早上我就直接去龙潭了，啊。哎呀，哪不能睡啊，非想睡一会儿呗。哎，啊，没事，嗯，好了，嗯。哎，啊。
啊！啊！口味还不错，回头问问他们咖啡豆在哪儿进的。拜托，会已经开完了，现在是放松的时间，放松放松好吗？啊，简总，我真的不能理解啊！你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做，就在这干等着吗？也是啊，我刚就应该把维克的人拦下来，不让他们上去开会。维克的传统就是务实，他们什么都可以让，但是价格利润肯定是不会让的。没有意外的话，他们的报价肯定会比我们高。说明人家没疯。嗯？嗯？哦，没有，我是想说，像简总您这么优秀的人，一般都是不容易被其他人理解的。你是怎么做到夸人都能夸得这么别扭的？实在不好意思，简总。喂，麦老师啊。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麦老师啊，辛苦了。麦卓卓说不和我们合作了，因为维克所有同类型的产品价格刚好都比我们低一块钱。谢谢。不是复发，不是复发，只是急性肠胃炎，疼死我了。再忙也不能这么折腾自己的身体啊，要不然之前五年的努力就都白费了，知道吗？错了，对不起赵大夫。一会儿我让护士把药给你送过来，今天晚上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这儿。好的，谢谢丽娜，麻烦你了啊，改天请你吃饭。我打听了一圈，终于问清楚了。维克的人在麦卓卓的女卫生间里边捡到了我们的报价单，因此临时调整了报价。麦卓卓那边的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可以申诉吗？不是麦卓卓的人，报价单上有我们伊安的 logo。也就是说，是我们俩当中一个把报价单落在了卫生间。我记得我没有啊。我找找。我没去过洗手间。我的在这儿呢。简总，我真的没有去过洗手间，我连洗手间的门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。而且开会的时候我还拿出来了，但是这个是保密文件，而且当时也只打印过两份，连简总都没有。我真的没有去过洗手间，
报价单不是我弄丢的，我开会的时候我还拿着呢。那会儿麦卓在这儿，然后你在这儿，然后我还把报价单拿出来，然后放到你们俩面前。我真的没有去过洗手间，简总。我开会的时候，我明明还把报价单拿出来。不是你好了没呀？这拍这么半天，这饭菜都凉了。你说这么好天，要是把肚子吃坏了，那就搞笑了。你着什么急啊？你看看谁来这儿是吃饭，都是拍照的。来，把那个往我这边推点。这个？对。嗯。再往里点。再往里点。你靠后，可以手起开。嗯。你往后撤一点。我没让你过来。嗯。哎，你看看是不是你要那款？看一看。哎呦！就是这个，太好了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我跟你讲，嗯，这个包真的费了我老大鼻子劲才给你搞到了。哦，我问了我小学同学，问了我初中同学，问了我大学同学，他们都说这款是最新最好的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而且你把它带出去，出门逛街，绝对就是街上最闪亮的仔。他们要是敢骗我这玩意儿不好啊，我立马就是跟他们绝交，你知道吧？没赶上飞机，你帮我订一个明天早上最早的啊。下午吧，别早上了，改下午吃完午饭的啊。护士，请问哪有卖水的呀？哎呦，嗯，妈妈，爸爸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馄饨。嗯，哟，你轻着点，你妈妈不舒服。妈妈，你疼吗？我给你吹吹。哎呦。没事，乖宝宝啊！这大半夜的，非要吃什么馄饨？不是我们俩走得快点儿，再过五分钟人家就关门了。哎呀，那我就想吃嘛。慢点啊。怎么样？嗯，谢谢老公。别胖了，到时候又要减肥。没事。再来一个。哎呦，哦。糖吗？吃糖，吃完糖就不疼了。快来，快来。得癌症吗？确诊了吗？谁也不要该找谁了。
陈勇把你拽来了。你说啥呢？你傻。我妈我咋的？我没错。哎呀，苏大人，我真是。怎么还没下班啊？二六，简总啊，我下班了呀，喝酒呢，在这儿。不会吧？公司规定说下班了不能喝酒放松一下，会被开是吗？我又没招惹你，对我那么大火气干嘛？谁都会犯错，别那么在意。如果你真觉得自己累了的话，就休息休息。休息。你跟我说休息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大学没毕业，我就进了医安。我那会儿一个月工资3000块钱左右，我干了现在。我上班干，下班干，加班也在干。
一想，啊，好贵啊！然后我就给华子打电话，华子说：“兄弟，你干嘛呀？就买这么贵包？我淘宝上有那种专门的给大牌做代工厂的那种电的包，跟这做工一毛一样，面料啊、馅料一样的。不是你没看到那代金券，而且你不也没看出来这俩有啥区别吗？”晶晶，我想你。叮咚，炸鸡到，炸鸡到，啤酒也到了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放下，
这晶晶姑娘平时看的时候，哎，乐乐呵呵的，她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？她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！你们收拾完了就走吧，急着把门关好了。